是吧？你说我们这个房子都装修好了，你看这沙子水泥还剩这么多，等业主来怎么跟他解释啊？哪管老师有能把沙子水泥上得刚刚好呀、啊？多花少个不是正常现象？那也不能多一半吧？啊、事情想多了看看，现在怎么办？你这是算多了一点吗？估计再装一套房都够了。师傅，我看隔壁刚开始搞装修，要不我们去看看？这。师傅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个你们这边进展呢还顺利吧？还行还行，你们是搞什么的？哦，我们是同行，过来跟您交流一下装修上面的心得。啊？师傅，那你没发现你最近贴的砖呢，空孔率高了很多？有师傅20多年瓦工经验来分析的话，肯定是你这底灰、沙子水泥的比例没放对。师傅，你说像这种底灰，是不是得手握成团，摔下成灰啊？是的。那像这种一捏根本就不成型，这明显就水泥放少了，贴出来砖肯定会空。是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老乡，你屋里面水泥了？好，我叫业主送开来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们隔壁的水泥口先起来用。师傅，像这种底灰啊，贴出来地砖保证不会空。那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同行之间肯定要互相帮助嘛。